如果你是喜欢日式游戏的玩家，你都听过深田美和和横山可这两位剧作家和音乐大师吧？光之战记不仅请到两位大神为游戏铺排出了磅礴的世界观，更请来了多名日本一线声优全语音演出。游戏当中更有多达12种二转职业，让玩家可以自由使用。真不愧是感动了150万名日本玩家的璀璨 RPG 剧作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精彩的游戏介绍吧。作为一款纯正的日系 RPG 游戏，《光之战记》制作团队都是业界大名鼎鼎的领头人物，特别邀请深田美和担任剧本原作，音乐担纲为横山克以及 Sado Echoes 为角色设定，磅礴的音乐及故事世界观搭配内田真理、幽木碧、鸟海浩辅等知名声优全语音演出，成就了这部感动150万名日本玩家的史诗巨作。游戏共有6大职业，可随时自由选择。当指定任两个职业达到一定等级时，还可进行转职，并同时精通2种武器。而且每个职业都有2条转职路线，多达12种二转职业，让玩家畅快体验，自由使用。战斗时若进入觉醒状态，除了可看到角色不同战斗的演出视角外，武器 AP 会完全恢复，玩家可立刻使出想施展的技能。而每场战斗最多可以4人组队进入，因此队友间不同职业的组合搭配十分重要，灵活变换战术更是胜负关键。游戏内除了可以和玩家及时组队解任务外，还有工会系统以及工会战。工会战影响工会积分排名，工会成员也可以获得工会战的特别奖励哦。为了迎接《光之战记》上市，游戏公司日前举办了盛大的媒体试玩会，现场展示许多日本进口限定周边，游戏内角色服装更是100%还原展出。活动现场气氛热络，也为游戏上市成功打了一剂强心针。《光之战记》台港澳中文版将于2020年7月31日正式开战，事前活动进入倒数阶段，别错过取得中文版限定 SSR《光之真实》与 SSR《队长之心》的最后机会喽！游戏上市之后，也别忘了赶紧下载来玩，一同体验感动众多日本玩家的璀璨 RPG 巨作。